我在305。你在哪里？305。小米。什么？有人在找你。谁啊？他说他是那两个小女孩的律师，要找那天晚上值班的人。那天晚上值班的人不是你吗？你正经点儿。他知道不是我，死缠着问我是谁，不说还不走了。你自己找个地方躲着啊，千万别让他看见你啊。嗯。哦。我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，可是如果你说出去的话，我会被炒鱿鱼的。